24小时的排卵。大家反应的比较淡定。好，别晃，别晃。你有想过自己是不是很好？希望自己能在前九里面，到六我就很开心了，因为我选的座位是六。30到50，59就行，随便给我淘汰就行。我的预测是59，70、80，第四，我是前九吧，我没有到前九。我希望大概第十名。前九不知道，前七我知道。前七，前七。我看到我名字了啊！好亮眼啊！